大家好，我叫 Lemon， 是您社区里的一员。 Somali Health Board 与 Health Point、 CMAR、 Beyond Bay Good Foundation 和金俊合作，提供免费检测给有 COVID-19 新冠病毒症状或与感染病毒的人有过密切接触的必要行业工作者、有色人种、移民及难民。COVID-19 新冠病毒免费测试将于6月13日上午11点至下午5点在 Renton 的 Health Point 进行，并于6月14日上午11点至下午5点在 Federal Way 的 CMAR 进行。 Beyond Bay Good Foundation 还提供社区护理包、尿布和梳洗用品。如果您感到不适，请立刻进行检测，以防止 COVID-19 新冠病毒传播您的家人、朋友和在社区扩散。如果您有 COVID-19 新冠病毒症状或曾与感染该病毒的人有过密切接触，应尽快进行检测。 COVID-19 新冠病毒有许多不同的症状，包括发烧、咳嗽、呼吸困难、肌肉疼痛以及丧失味觉或嗅觉，即使症状轻微也应进行检测。无论您的移民或保险状况如何，金俊都会随时为您找到提供免费 COVID-19 新冠病毒检测的地方，致电206-477-3977。金俊 COVID-19 新冠病毒电话服务中心，他们会为您找到检测的地点。如果需要口译服务，请用英语单词说出您语言的名称。当您开始感到不适时，切记必须接受检测并远离他人，以保护您的家人、朋友和社区免受 COVID-19 新冠病毒的感染。